全能一飞废物狄小姐第101集。沈锦轩嗯了一声，一手拉住他的手，另一只手直接揽住他的腰，将他凌空抱起来。闻着他身上传来的淡淡清香味，沈锦轩只觉得自己嗓子都变得有些发热，一边大步流星地朝着屋中走去，一边偷偷地动了一下略微难受的喉结。门口早就已经有了两个丫鬟在等候，见任锦轩抱着江死生进来，顿时恭敬地迎了上去。江大夫，请随奴婢沐浴更衣。江死生点了点头，从任锦轩的怀里轻轻下来，双脚虚软，差点没直接摔倒。任锦轩眉头紧皱，大手紧紧地托住他盈盈一握的腰肢。多谢。江子生只觉得他掌